大家好，我来自台湾，来自马来西亚，来自加拿大温哥华，我是来自新加坡，我是来自中国上海，来自香港，我是来自澳洲墨尔本，我是来自英国，我是来自美国德州，我是来自南非。第一天马上就接到主管的指示，要把我调到这个我梦寐以求要轻松的工作单位哦。49天后，公司为我升职加薪，薪资调动高达31%。2021年一整年的收入呢，相当于是2020年整年收入的一倍，差不多接近100万。薪水更是当年来加拿大的2倍以上，还包括股票跟红利。先生在公司不但被加薪之外，还被 promote 成为一位经理人，发放了888股的股份给我的先生。医生说需要通过手术才可以根治，在做了太阳穴转运拔以后，我的口舌腺囊肿不药而愈，自然消退了。偏头痛的问题困扰了我40多年了，一个星期后竟然不药而愈了，直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都没有复发过。49天后，困扰了我20多年的便秘问题竟然不药而愈了。我会发现到我的先生很厉害，对我表达他对我的爱意，说每一天就把我爱你挂在嘴边。千年的冰山全部都融化了，我看到爸爸的时候我就给他一个深情的拥抱。发现家庭气氛变得不一样，孩子变得乖巧听话，会自动自发学习，而太太的互动变得更加亲密。尤其在做完太阳穴转运法过后，成绩是真的直线上升的那一种，报考7个科目竟然全部都拿 A。 家俊不但连续2个学期考获 GPA 4.0， 家俊还顺利地发表了一篇国际会议论文，